哟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西方嘅情人节转眼间就过咗去啦，咁身为中国人嘅我哋，梗系要喺中国嘅情人节度同大家搞搞新意思，咁就一齐喺呢个元宵节度玩下游戏先 ，Let's go！ 游戏嘅玩法好简单，就系将支朱古力棒系咁咬咬咬咬咬咬到指定嘅长度，咁就得噶啦。吓，唔明啊？你自己一个坐喺度睇，梗系唔明啦。嗱，教你啦，揾到一个异性坐喺你嘅隔篱一齐睇，咁你就明噶啦。冇错啦，首先揾到一对咧嚟自台湾嘅朋友啦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系时候等我可以展现一下我苦练咗好耐嘅普通话啦。啊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？Chris。啊，系真唔系啊？你真的听得懂吗？你是真的听得懂我讲什么？谢谢啊，太厉害了 ，Chris 你好啊。然后这个小姐 ，Connie，Chris and Connie， 好。咁首先咧，就不如我哋俾佢咧抽一抽呢个究竟系几多 cm 先啦吓。好，你们可以先抽一下。哎呦，哦，五 cm 的。好，你们可以先准备一下啦。好，预备。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应该很难哦。对，没有时间限制的。好。好，系时候准备开始啦！准备三二一，开始！哇，喺上，哇，喺好，好似好精准咁样，大家都咬几啖就立即得咗出啦。咁我哋呢个时候咧，就不如攞个尺同埋碟嚟，冇错啦，系时候要度一度佢究竟嘅长度系点样咧？喂，噔，系四 cm 嘅。兴奋嘅颁赠礼物仪式咧，即将要开始啦！恭喜两位啦，系可以得到我哋。Payboy Condom 全力赞助嘅 Payboy Condom 一盒噶，可以开心的享用，祝你们生活愉快，谢谢你们，欢迎来到澳门，欢迎。好，我哋揾到一对嚟自香港嘅朋友啊，先介绍一下先啦，点称呼啊 ？Hello， 叫 Jesse。Jesse 系，同埋 Nicole 嘅，冇错啦，我知道咧，你哋咧都好恩爱嘅，你哋情人节嘅时候庆祝咗噶啦嘛，系咪啊？咁你哋嚟紧元宵节嘅时候，有冇谂住计划有啲咩活动咧？有啦，系会系有啲咩活动咧？其实，梗系过嚟澳门玩下先啦。过嚟澳门玩实在拣得太好啦，呢个决定，冇错啦，好啦，呢个时候我哋立即玩个游戏先啦，嚟抽一抽。哎 ，5 cm， 好啦，两位可以准备一个 standby pose 先啦。我去影啦，好，大家可以准备啦。好，我准备啦。我数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冇时间限制噶，你哋可以慢慢嚟又得，快啲嚟亦得。哎，好似都计得好准咁啊 ，Jesse， 我哋好啦，可以试下量度一下究竟。是几多啊？好，细得滞得嚟。未知噶，试一试下，度一度佢先。好，实际嘅长度是咦，好准喎。Good。恭喜晒两位朋友啦，佢哋得到嘅丰富奖品就是 Payboy Condom 晴天嘅 Payboy Condom 一盒啦。恭喜晒你哋啦吓，元宵佳节可以有啲好活动搞啦吓。Good。好，跟住落嚟揾到嘅两位朋友，究竟系你哋两位系嚟自边度嘅咧？广州，嚟自广州嘅朋友啦。咁我想问一下呢位男嘅先生点称呼呢？我姓麦，麦先生。咁女嘅呢位小姐呢？徐小姐。徐小姐，咁我知道嚟紧咧元宵节就快到啦，两位有冇谂过点样庆祝呢？庆祝啊，可能系啊。屋企人過，或者約出嚟猜下燈謎猜燈謎好傳統嚇。咁喺你哋猜燈謎之前咧，我哋咧先嚟玩一個小遊戲先啊！大家可以抽其中一張牌，究竟哎呀一 cm 啊！好，兩位可以準備啦嚇，唔好咁後擒住。好，準備三二一，開始。哎，我喺雙方都好即哎呀 ，kiss 啦！哦，得出嘅呢個。就是他哋嘅結晶品啊，愛情嘅結晶品。好，我哋而家度一度佢嘅長度先。唔緊要嘅，我度你最短嘅嗰個位置啊，最細嘅最小嘅嗰個位置啊。哎呀，係兩 cm 嘅，但係唔緊要，因為我俾你哋嘅 kiss 感動咗，所以都會送大禮物俾你哋嘅。係啦，大禮物咧。準備啦！大禮物咧就係我哋 Payboy Condom， 希望你哋兩個玩得開心啲啦，嚟到澳門都可以玩得開心啲啊！哦，好，翻屋企先玩。係啊，同埋元宵佳節快樂。